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靖宏，今天我要教你们如何画汉堡。给，在我会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慢慢画哦。这样才可以进攻。我抖一下，抖一下，也抖抖多几滴。然后我，然后你这边画一个菜，肉。画不是很好啊，所以我拍这一集是要学我自己要讲话。然后你自己觉得哪一个 crayon， 你可以用 crayon 颜色那些你自己喜欢的。我喜欢用这个，所以你们自己创哦，我是喜欢用这个的啦。有花颜色，它的那个黑色已经不见了。Oh my god， 我花了一次了，对不起观众。啊，这样才对。这里出现了，等一下。Okay. Okay. 然后我来再找一个这样的颜色，你们自己喜欢呢？然后菜肯定是青色的嘛，还有呢。断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